怎么看，我在哪儿看见陈柏群呢？导演，这是有缝可以看到陈柏群。对。那我在上面时候能看到陈柏群？看不到。等他这个下来之后，等我下来之后躲到这个后面去。对。小心，龙哥。这个枪一点拿。啊。好。好，一起就看。来来来。在上面待着，热不热？这冬天我在上面趴了一晚上嘛，冻死我呀！就为了吃炸鸡，我容易吗？就你还安排个记者也不让我上，其他所有几次都没上来。白天这帮子居然在上面狙你，正在展示你，我就把他拧了。现在正着呢。